今年3月份，达赖喇嘛来台弘法的时候，提到了生命的目的是在追寻快乐。每一个众生都在追寻快乐，但事实上呢，每个众生却也在追寻痛苦。那么，站在佛教的立场，我们要如何离苦得乐？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快乐呢？让我们请教圣严法师。 释迦牟尼佛讲，人生有苦，苦就是人生的事实，而讲到有生老病死的四种苦，再加上啊，这是冤嗔恚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，以及呢，五蕴之胜苦。 所以是有啊，有八苦，真是因为有苦啊，所以是人一出生呢就希望追求快乐，但是佛并没有这么讲，而是啊达赖喇嘛讲的。那达赖喇嘛讲的是对吧？这是呢头和现在的人是怎么说的？ 那错了没有呢？没有错，它是跟释迦牟尼佛讲的话是相对的方向来讲。释迦牟尼佛讲苦，他就讲乐，而在密教里边呢，特别啊重视一个乐的思想，所谓大乐的思想。那么这种乐的思想啊，就是从 精神上产生了喜乐，还有呢，修行的过程之中，也会产生了法喜的一种啊，这个成果。还有呢，修行到最后呢，比如说中国人，或者是呢，中国的净土宗，希望修到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又叫做极乐，还有呢。 这个修禅定的时候呢，有如果有禅悦，还有呢，修禅定的时候呢，这个只要能够修到身心统一的时候，就是感觉到身心能够啊，纾困，没有绑，没有束缚的一种啊感觉，那一种舒畅的感觉，那也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啊。 清安的快乐，所以是修行呢，是会得到快乐的一种结果的。可是，老是为了追求快乐，追求快乐，而来修行佛法的话，可能也有问题的啊。追求修行佛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快乐，而是呢，为了使人离苦。 而给人快乐，并不是呢给自己快乐，因为达赖喇嘛是站在一个众生的立场呢，众生需要追求快乐，而不希望受苦。但是，但我们自己本身来讲，如果学了佛法之后呢，如果老是为了追求快乐，那可能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，而可能就会有偏差。但是呢。 站在一个菩萨的立场，站在佛的立场看众生，众生应该要给他们快乐，给他们安全的快乐，给他们生活平安的快乐。那么我们众生，也就是人类啊，最终要是不是说一生出来就是追求快乐的？我想，不一定。人呢，这个一出生之后，第一个要的。 要求的是啊，追求满足。这个什么满足？是安全的满足，以及呢，食物的满足，以及呢，生活环境的满足。这个是欲望的满足。这个因此呢，欲和乐又是连在一起的，快乐和欲望是连在一起的。其实欲望啊，如果是 适可而止的欲望，不是一桩非常痛苦的事。如果欲望啊，追求到非常啊无理的时候，
而是相当无理的时候，那就会变成苦，那就变成求不得苦。而且呢，还有这个爱比离苦，这都是呢，因为欲望不能满足，所以呢，又产生苦了。所以人呢，要知道，追求快乐是一种事实，但是呢，仅是为了追求快乐而作为一个人生的目标的话，可能带来的是适得其反，是痛苦。所以不要误解了达赖喇嘛的那句话，这个大部分的人，或者是现在的大部分的西方人，或者是现代人呢、啊，从物质上面追求快乐，这是一个应该是共同的倾向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这个物质文明不会发展的那么快，因为大家追求快乐，所以是呢追求满足，那因此呢物质条件文明就是啊发展的很快了。可是呢，我们要问起，我们要讲追求的快乐是不是啊能够保得住，是不是可靠？我们所追求的快乐，大概都是啊一种幻境、幻影、暂时的现象，暂时的乐，并不是啊永久的快乐。那我常常怎么讲？我说快乐是痛苦的结果，啊，痛苦之后呢得到的快乐，这是啊痛苦的代价，换取了快乐。可是快乐享受以后呢，又回到痛苦的原点去。所以人生呢是一个从苦到乐，从乐又回到苦的这个不断的在循环的。可是呢，人这是假想着、想象着，认为追求就是快乐，追求就是快乐，结果呢陷于永远在痛苦之中。这个现象呢也需要告诉大家。那我想达赖喇嘛应该讲没有讲错，但是呢我们不要误解他，认为追求快乐就是人生的目的。达赖喇嘛讲的人生追求快乐，这是一个生命的起点，也可以说人共同的希望或者是欲望。但是呢要厘清它，就是说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、生活上的快乐，结果可能呢带来的是痛苦。阿弥陀佛。